好了，我说哈，恩典是神做了什么，令我们能够改变？根据这个方面，神怎样叫我们喜乐？就是他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将喜乐放在里面，亲近他，他就将这个生命放在我们里面。他也祝福我们，我们属上神的恩典就能够喜乐了。然后我们喜乐的时候，他就很喜悦了。所以我们讲很多主题都可以讲到神怎样改变我们，然后我们怎样遵从神的时候，神就将这个爱放在我们身上，神也给我们恩典去帮助别人有这个属性，有这个喜乐。然后当我们遵从神，有更多的喜乐，因为神喜悦，神喜悦我们所做的，都是讲到神做什么，神做什么。好了，另外悔改离罪，神做了什么呢？神感动我们治罪，他给我们力量对付罪，都是神做什么。当我们感动我们去悔改离开罪，然后当我们悔改，神就很喜悦了，都是讲到神做什么。其实因为很多人不习惯讲神的作为，然后这个爱人如己，神将爱人的心放在我们里面，信主就有这个心，然后他推动我们，感动我们去爱人。当人爱人的时候，神就很喜悦，就赏赐了。所以都是讲到神怎样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有这个后果。你们就细想这方面吃完饭之后，我就会说出这个答案，怎样可以，神怎样帮助我们有安息。其实不是很负责，就好像这里所说的，这是神做什么令我们有安息。神做什么，你这样想，神做什么帮助我们有安息，就对了。